名为幸福信号意义非凡的新义乡摄影比赛，分为专业摄影组以及手机随拍组，内容展现新义乡的自然美景、人文艺术、节庆之美。得奖人都对于自己作品中的新义乡景色与原住民文化是相当称赞。看到那个有人PO出那个望高寮这边的梅树开得很漂亮旺盛嘛，啊，所以就大家就相约到这边来拍摄，啊，这一个点就那一天，因为过来的时候有刚下过小雨，啊，一路就慢慢的从吉吉大山那边飘过来，啊，觉得景色不错，所以看起来这一方面，而且太阳刚好照射到后方的云朵变成金黄色的，觉得这个场景真的不错，就把它给拍摄下来这样。除了有许多新义乡的景色以外，银牌得主也指出，这次采用新义乡韵为主题，并从中发现到原住民的活动充满了许多的色彩。我不是本县人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南投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山好水、地灵人杰、非常美丽的乡镇。那我之所以会来到这个地方拍这一张，是因为刚好有办那个全乡的运动会，还有祭祀睡仪。那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，但是经由这次摄影比赛，我发现原住民的活动充满了色彩，好，然后原住民也非常亲和力，尤其集合所有新义乡所有的乡镇上千名的民众来到运动场，大家用力与美的方式去做比赛，非常有纪念性。新义园邱文才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，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新义乡的美。幸福信号哈，意义非凡的一个摄影比赛，让我们的乡内的一些风土人情哈，给他们照相，然后参与比赛。那得奖的作品人眼也都已经显出来了，现在都放置于在我们新义乡罗纳村的原住民文物中心文物馆里面哈，在做展示。那希望我们前线的喜爱摄影的，或者是我们全国喜爱摄影的，喜欢我们山林一些风景的，能够踊跃的到我们罗纳村呢，来这里参观。这次的摄影比赛首先在罗纳村的原住民文物馆展出，然后也会巡回地利村的游客资讯站以及新义乡公所，展期一直到11月底，欢迎有兴趣的南投乡亲前往观赏。记者邱品义新立采访报道。